你观察过蚂蚁吗？只要用木棍在它周围画个圈，蚂蚁就会被困在其中，很难走出去。找不到出口的蚂蚁，多半会在圆圈之中打转，直到筋疲力竭。如果这时将木棍放在圈里，你说它会不会爬出去？这就是以太起点，看起来也挺普通的，用不着遮遮掩掩。我知道，命运的馈赠早已标好了价格。说吧，你想要我去做什么？每天17:30开始营业，打烊时间不定，主要提供各式简餐及多种调制鸡尾酒。如果我们也能一起开一间店就好了。不知道你会不会做饭呢？我一直很想尝尝你说过的黑松露巧克力烤牛排。我的话可以帮忙招待客人，姐姐也会经常来店里帮忙。周末打烊的时候，把朋友们都叫过来，一起做很大很大的棉花糖。店里那两个人的关系看起来真好呀，我都有点不想打断他们的谈话了。你好，现在可以点餐吗？姐姐，来陪我过生日吧。有什么关系吗？只要我愿意，每天都可以过生日呀。我要把那些没有和姐姐好好庆祝的生日全都补回来。一起吹蜡烛吧，然后许下愿望。我希望消失吧，德丽莎。有时候我总是在想，当初如果有机会上学的话，我会很开心吧。在课本上涂涂画画，上课时和朋友们悄悄偷吃零食被老师发现，放学后一起出去玩，分别时约好了明天再见。对了，如果你发现学生在背后偷偷说你坏话，你会怎么做？你真是个温柔的老师。上学吗？谢谢你，像我这样的人早已经没有机会体验了呀。天湿漉漉的，最讨厌了。但是，为什么你的手总是那么温暖呢？我们的约定，你还记得吧？那时候我说，不管要多久，我都会一直等下去。可现在，我改变主意了。我不想再遇见你。这种鬼地方可真够破的，怎么连个天花板都没有？你不冷吗？如果下雨的话，
你会被淋湿吧？哎呀，我总会忘记你在睡觉，根本不能回答我呢。好无聊呀，姐姐又去工作了。我本来也想去陪着她，但她说什么都不愿意。但我还是悄悄跟了过去。然后你猜，我发现了什么？对了，姐姐一直都在骗我。我完全想不明白，明明说好了要帮我到最后。但是没关系，我一点都不生气，就算只有我一个人也能做得到。反正我一直都是一个人。果然，你没有忘记我们的约定呢。但是，抱歉呀，我可能没法遵守和你的约定了。